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国际行销第六讲，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国际行销的资讯跟需要的预测。当一个企业开始去进行国际行销活动的时候，他可能会发现，其实他对于国际市场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如果我们对于国际市场没有充分的认识，就贸然的去进行国际行销活动。 实在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国际行销所要的工作呢，就是要去收集国际市场的资讯，或者要去进行国际市场的研究。在国际市场进行行销研究的时候，很可能会面临到下面一些挑战：第一个是研究的设计呢会更复杂，因为呢涵盖了多个国家；第二个是缺乏。 刺激的资料，很多国家的刺激资料既少，又很难加以应用。第三个，收集初级资料的成本会很高，在各国进行调查的费用往往会超过我们一起。第四个，必须要去协调整合，在不同国家进行研究跟收集资料的工作，它的整合度必须要更高，而且。 要加强资料的一致性，我们才有办法去进行比较分析。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会探讨下面的一些重要的主题。首先，我们会探讨行销资讯系统跟资讯的需求；接着，我们会探讨国际行销研究的各个步骤；接着， 我们再说明国际市场需要的预测。首先就来谈谈行销资讯系统跟资讯的需求。行销资讯系统指的是公司的硬体跟软体所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系统，而这套系统呢，可以帮公司把公司营运所需要的各种资讯提供给行销经理或者其他的决策者。 公司的资讯系统呢，应该要有办法去处理行销资讯的各种收集、分析、归纳、储存、分，并且撰写报告的各种的作业程序。全球化的竞争加深了各个公司对于行销资讯系统的需求，所以像奇异公司或者是联邦快递。 他们呢都投资很多钱在从事资讯科技，建立非常强大的行销资讯系统。我们可以根据对于行销资讯的需求啊，那么到底是总体性的资讯，或者是个体性的，把它分成两大类，也就是个体环境的资讯跟总体环境资讯。 所谓个体环境的资讯呢，它是指会直接影响到公司营运策略。从事国际行销，必须要了解各国市场的一些个体环境，包括产业的总销额、销售额、竞争厂家的数目、市场占有率的变化、产业花在各个媒体的广告促销费用。 或者是产业配销通路的形态等等，那么这些资料对于我们拟定国际行销策略都有很大的帮助。第二种资讯呢，是总体环境的资讯。国际行销者必须要去收集、汇整、整理各种可能会影响行销活动的一些重要的总体环境的资讯，比如说。 各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或者是经济政策的变化，股市的涨跌，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甚至于一个国家的气温、雨量的变化，对于市场的需求以及顾客的消费行为，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国际行销管理它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进行行销的规划跟行销的控制。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资讯的用途，把它分成了行销规划的资讯跟行销控制的资讯这两大类。很多总体环境的资讯像是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种的总体环境的信息，或者是个体环境的一些资讯像供应商、经销商、竞争者。 跟消费者的很多的行为，这些资讯呢，对于我们进行行销规划都是很有用的。另外，企业内部的一些资讯，像是顾客别、产品别、通路别的各种订单的状态，或者是销售的记录，甚至于我们的销售分析以及行销成本的分析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指出来到底。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帮助我们去进行有效的行销控制。国际行销的资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资讯的需求，分成下下面这张表所显示的六个不同的类别。那么第一类呢，是顾客跟市场的资讯，它包括对于顾客需求的评估、消费者行为或者。 产品跟通路的偏好等等。第二类是竞争者的资讯，也就是说，竞争者的公司或者他的事业以及功能别的一些策略，或者他的竞争能力。第三个是法规资讯，包含一些法律跟一些规章，有关母国跟地主国的。 税负以及有关于盈余分配等规定。第四个是财经资讯，包含地利或者是币值的稳定性、它的经济成长力等等。第五个是资源的资讯，包含人力、资金、原物料资讯各种的资源。最后就是总体资讯。 包含总体的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各种的状况。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二个主题，也就是国际行销研究的步骤。国际行销研究必须要去收集很多的资讯，而涵盖的市场又是这么的广，那么各国的差异又非常的大，所以呢，为了要 有效的去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行销资讯，必须要有一套系统化的国际行销研究的步骤。那么这个研究步骤呢，可以看到这张图啊，我们分成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根据我们决策的需求来确定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步骤就是要确定我们到底 要进行研究的是国外的哪一个市场？第三步呢，这是要先去参考刺激的资料。第四步，就是要去收集市场的第一手的初级资料。第五步呢，要去分析我们收集到的这些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第六步要去解释我们的发现，同时呢，去撰写。 研究报告，各位同学，我们休息之后再来介绍这些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确定研究的问题。国际行销在定义研究问题的时候，它的过程要比国内的研究复杂多了。 比较难以去抓到研究问题的重点，问题不能够定义的太模糊。如果国际行销管理者告诉研究者说去帮助收集国外市场的资讯，那很可能呢，收集完的资讯呢，并不能够符合他的需求，因为国外市场值得去研究的课题或者值得去收集资讯，可能有好几百项。 只有针对公司目前面临的决策的问题来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才能够对公司有所注意。国际行销研究所针对的课题是由国际行销的决策所引申出来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要在日本去推广我们的新产品，我们所需要进行的行销研究的问题。 很可能是要去了解消费者对于这项新产品他的偏好的程度、他的购买行为以及消费者的媒体使用的习惯。第二步呢，则要确定研究的市场。当研究计划里面包含好几个国家的时候，研究的成本也会显著的增加。虽然设计一系列的国家。 的研究，它会有规模经济的好处，但是呢，往往会被每一个市场它特有的需求以及它的差异性所抵消，因为公司的每个市场往往会有不同的特质，主持研究者如果把某一个国家研究没有经过很好的修正就复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很可能。 就会有一些错误会产生。梅尔曾经提出下面的一些多国研究的可能的误差：第一个是定义的误差，也就是说，各国对于问题的定义可能会有所不同；第二个是工具的误差，调查问卷或者是访问员所产生的误差；第三个是。 抽样架构的误差是抽样架构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第四个是抽样的误差，也就是说是在抽样架构里面去进行抽样所可能导致的偏差。第五是无反应的偏差，也就是说是不愿意受访造成的偏差，而不同文化。 它的无反应或者不愿意受访，往往是不同的。比如说，有一项针对五个国家的研究就发现了，它的反应率从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四十不等。而在某一个国家里面呢，反应者其中妇女占了六十四个 percent，可是，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呢，男士却占了八十个 percent。那么， 有时候，现已研究经费呢，我们不妨把好几个国家列为同一个几个市场，只针对其中的一个两个国家来进行。第三个步骤是要参考刺激资料。新疆研究通常会先去参考刺激资料，刺激资料来源在市场分析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呢，有很多情况在国外市场我们很难去取得。 我们有用的刺激资料，因为呢，这个刺激资料的水准跟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准，往往有很大的相关。如果国民所得越低，通常统计资料就会越少，它的品质也会有问题。那么各国提供的政府的吃玩品，也不太一样，有的很详细，有的呢则相当缺乏，甚至于不太可信。在 英国的一个知名杂志的调查里面就发现，各国政府的出版品，啊，差异蛮大的。在开发中国家里面呢，啊，加拿大、澳洲、荷兰是比较好的，而比较差的则有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收集测试资料呢，可以从图书馆去着手，有些专业的生物手影呢，可以帮助我们。 找到我们要的资讯，呃，最方便的就是一些电脑资料库，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找到我们要的资讯。甚至于现在呢，像 Google 啊这些搜寻引擎都是非常有用的。国际信销研究的次级资料，最主要的有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非攸关性，也就是说这个资料不是我们要的；第二个是非及时性。 这个资料是好久以前所做的调查。第三个，正确性不高，这些资料往往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的统计数字就不太准确。比如说，俄国在某一年他公布的失业率只有百分之二，事实上呢，比这个数字高得太多了。而人口普查也不太一样，在美国。 每十年做一次，可是玻利维亚要二十五年才做一次。第四个是没有办法比较的问题。当我们必须比较多个市场的研究资料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困难。某些资料可能只适用于少数国家，有些则根本没有办法比较。不能够比较也有不同的原因，很可能是各个国家。 它的定义或者基准不一样，有些项目像交通工具、经销商这些名词定义都不太一样。有一家软性饮料公司曾经对年轻人进行调查，可是年轻人市场它的定义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有，有的是十到十四岁，有的是十三到二十岁，有的是十四到十八岁。 甚至也有十五到二十四岁。各国用来评估经济活动的 GDP 或者 GNP 这些数字，有时候也很难加以直接比较。比如说啊，在二零一二年，中国大陆它的 GDP 如果按照汇率来看，只有六千零七十六块美金，但是如果我们用 物价指数或者购买力来平准，那么可以发现它已经有九千块美元了。国际行销的刺激资料有下面几个重要来源，第一个就是我国政府机构。我国的很多政府机构都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其中外贸协会所提供的资讯呢是相当的多，相当的有用。 第二个呢是外国政府机构，很多的外国政府机构也会提供我们有用的资讯，像美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委员会，他们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呢设立了四十七个分处，来提供个别性的咨询服务。第三个是国际性的机构，有关国际性的资讯来源。 以联合国跟他附属机构呢，是最为有用了。联合国从事的研究计划非常的多，啊，就以联合国的统计年报来讲，啊，它收集的两百个以上的国家或者地区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刊物，而国际货币基金也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月刊》。第四种是私人的服务机构。 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有很多的行销研究或者资己收集的机构，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杂志、报纸、协会、银行都可以提供资讯。很多的美国银行为了要争取顾客，所以都提供很有用的国际市场的商情。那么是我们非常有用的资讯的来源。嗯，第五个则是商会或者是。 同业工会、商会能够提供研究人员非常有用的资料，比如说工商团体的名录，或者是有关当地业务的情况。那么各国的全国性商会呢，提供的资讯啊，就差别很大了。呃，全国性的商会，他们可以提供啊，当地国的一些规章跟贸易的法规。 另外，同业工会，则是为谋求行业的公司的利益组成团体，所以呢，很多同业工会会出版他们行业的定期的统计，跟他们会员的厂商名录。各位同学，我们在休息之后再来谈谈下面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收集收集资料。研究者在收集收集资料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下面一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抽样的问题。在调查，虽然最好能够采用基地抽样，因为我们能够判断反应的误差，但是反应的误差有时候很难掌握。反应的误差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 抽样所引起的误差，也就是说样本不具有代表性。第二个是回答者不提供正确的资料。第三个是不愿意回答。那么，如果要采用基地抽样呢，要有很好的条件，也就是说要有人口普查的资料，也要有很好的地图等等。所以其实呢很难采用。第二个是语言的问题。 在收集初级资料的时候呢，语言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语言不只是一组字串，更反映的文化的本身。虽然语言有时候会很流利，但是呢，如果啊没有文化的这些内涵，有时候沟通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在设计问卷的时候，最好能够请熟悉当地文化的人来担任。 甚至以防卫员有请当地人来担任。第三个是决策或者是调查对象的问题。我们了解消费者的决策的过程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但是国外市场常常没有办法去确认，到底我们是应该调查谁，谁是我们购买决策的决策者和影响者。 那么，有些国家，我们只要针对核心家庭来进行；可是有些国家呢，扩大家庭的影响力也是相当大的。第四个是受访的意愿跟能力的问题，很多国家受访者呢不愿意回答一些敏感的问题，像企业界人士呢，他们往往呢不愿意回答啊有关金钱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们。 很怕是税务机构啊来取得这些资讯。第五个就是调查方式的问题。有些国家在进行调查访问的时候，所能够采用的方式有很大的限制。比如说，如果我们要用邮寄问卷的调查，那么当地的人民的识字率必须要很高，而且呢必须要很好的邮政。 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这个不采用邮寄，那么要采用人员访问，啊，比如说像日本人很喜欢人员访问，但是呢，这样子做呢，必须要很好的交通工具，啊，那么有些国家呢的交通运输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采用这种方式。 各国进行资料收集的方式差异蛮大的，各位看到这张表所显示的，啊，在欧洲各国里面呢，道家或者是在办公室访谈的方式呢，在英国跟瑞士最常采用，而在闹区跟街上的访谈呢，则是法国跟荷兰最常采用，至于电话访谈的方式，则是瑞典。 最常采用的方式，邮寄问卷，则是啊，在荷兰跟瑞典采用的比较多。第五个步骤呢，是要去分析资料，收集到的初级资料呢，必须加以汇整，检查资料的完整性跟正确性。然后有效的这些资料呢，我们要输入电脑来加以分析，利用统计分析呢，来求它的平均数。 跟标准差，甚至于用比较复杂的统计技巧来分析。然后第六步呢，就是要去解释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且来撰写报告。解释不完全是要由研究人员来进行，因为呢，我们行销管理人员才是真正了解问题的，所以在解释发现的时候，要跟研究人员一并来参与，能够提出问题最好的解释。 撰写报告的时候呢，也要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来撰写。最后，我们要谈到第三个主题，也就是国际市场需要的预测。预测国际市场需要的方法很多，okay? 我们可以包括判断法、市场累加法、市场因素指标法、回归分析法，或者是时间数列的分析。呃，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市场因素指标法来加以说明。第一步呢，我们就是要选择适当的定性的因素。产品的性质不同，我们所选择用来预测需求的这些定性因素也就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两千零七年亚洲各国的电脑普及率，我们就发现各国差异还蛮大的啊。那么 其中呢，像这个新加坡、澳洲、台湾、日本都是比例比较高的，而像简朴柬埔寨则非常的低。第二步呢，就是要把有关的定性因素化为美国或者指标国的一个对比的百分比，来计算定性的指数。各位看这张表里面呢，我们用了七个不同的变数。 来作为定性因素的计算，其中包含每千人的彩色电视的数目、每千人的录影机的数目、电话的数目、车辆的数目、电力生产以及劳动力跟可支配所得。我们根据美国作为标准国，然后呢，各国来跟它做一个对比，来计算出定性的因素。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啊，我们把各个定性因素指数啊求起它的总和，再除以定性因素的数目，就得到各国的平均定性因素的指数。比如说，各位看到，A 国是四十二点六，而 C 国则是四十五点零六，啊，那么定性指数越高，就代表了。 这个国家的市场的潜在需求要接近美国或者是标准国的潜在需求，好，第三步呢，则是要去计算市场潜在需要的指数，把各国的定性因素指数再乘以这个国家的人口跟美国人口的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该国市场的潜在需求指数。比如说，各位看到我们的表里面呢。 A 国的定性指数是四十二点六零，而它跟啊美国人口的百分比是占四点六零，所以乘起来的市场需求的潜在指数是一点九六，而 C 国它的定性指数是四十五点零六，它跟美国人口的比呢是二十四点八零，所以算出来。 的市场潜在需求指数是十一点一七。好，最后的步骤呢，就是要去估计有关产品在各国市场的潜在需求。假设这个产品在美国的需求是一百万件，那么各国的市场潜在需求呢，就可以根据下面公式来算了。也就是说，各国市场的潜在需求就等于这个产品在美国的需求。我们例子呢，就是一百万件。 再去乘以这个国家的市场潜在需求指数，比如说西国它是十一点一七 percent，那么乘出来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国家它的市这个产品的潜在需求是十一万一千七百件。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啊国际行销所需要的资讯以及如何进行。 资讯的收集，如何进行行销研究，最后如何去预测各个市场的需要，跟各位做了说明，我们就谈到这儿了，下次再见，谢谢。